我今天描了个眉毛，画了个眼影，我基本是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。今晚上下个星期六，你需要量给我。哎，这个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。冉冉，我肚子疼，你喝点热水就好了。我说你上面赶紧醒了。来，我问，我干嘛穿高跟鞋？我选我妈光辉伟大。女人呢？我一般看脸吧，看脸。要发展，哎，啊，必须有喜剧性格好，善良。那这几场就占了，好吧？因为他们都在我从那里看脸，这几场大家不看脸，因为不看脸是不行的。懂了。那你中了，要不我先认真。你胖着吧，你胖点儿的显瘦，胖点儿，胖点儿，胖点儿。显瘦。在家都是别人喂我吃的。哇。最近读了一首诗，那个诗特别好听，我想念给你听。我不想，我觉得我不会。